老狼生恨一辈子，搬起石头砸别人脚，回马金枪。仙人指路，仙人指路就仙人指路，马来挑，上马，上马，一个上，足底炮，放，我很绝。动作，秦军过来，是我的炮，对，是炮，退吧，进，来击绝，上什么啊？穿上你的冬兵啊，嗯，说一说，再上一匹马。什么？上不去了，抓回来。别下。皮炮。上上。来，狙狙。过来。请举过来，我炮，击绝，别，来飞向，进兵，进兵了是吧？嗯，进兵我就。黑炮对狙，吃掉，是，那就中兵，退狙，吃你的炮吃不上，快躲一躲嘛，躲进这个地方，黑炮。给你个小兵吃吧，送。我不敢吃啊，这是炸弹，自来。送。后面有，厉害的。上。你看不见我就吃了吗？搬到你的后台啊，谁保护丁我就杀。吃你妈！这一招够狠的啊！来呀、啊，你敢吃就吃。傻逼。行，这个可以有。上一个马车局，你送千军啊，挡不得到。上，终于将这个吃掉了。我再吃一个，吃。回马金枪，我拉你跑。什么？直接吃炮！快！上士，上士好！这个木工炮马上就成型。强哥哥来了，感谢，谢谢强哥，非常感谢啊，来的都是我的家人，非常感谢。过来，仙人指路，继续冲！咦，刚想杀小兵，豪横霸气，冲！冲过去也是死路一条，我就不冲了。来，杀你的马！感谢云朵云朵的关注。怎么样？冲！吃了，打掉。来。哎呦，做成蓝宝了。哎，第一波，你吃吧。哎，这个扇吃掉了。
闪着不来，瞧，两个小卒啊，让大炮给包围了。你只有送一个大炮，才能换一个小卒，厉害不厉害？来吃了。吃了这个还不过瘾，我还想吃两个。哦哟，就这么豪横？就这么豪横？嗯。说一说，大军。大军？嗯。我吃了怎么办？兄弟着呢，你以为呢？不对，他说白吃嘛。上马，成绩上。你看能上吗？大主这一次你这还想上？这眼皮子想还上？现在我不上，我就在这里看着。你回都回不去了。我现在就在这看着。我再掉一只炮，你怎么办？掉炮吧。上马。上。再上才死局。哼。小的比我还美。将军，是掉，掉，是掉过来打你的马，你肯定就过来看着来吃。嗯，这样也能上？能上，不可能不能上吧？这能上的，我打马是不好的棋。再打个，那就上吧。这里上去，那你说往哪里走啊？对。那上去揍干啥去啊？嗯，关键他没出去呀、啊，这肯定没出去。哎，平局过来。好，没出去基本情况。下一步上马，这一步上局。好，我给自炮再说。木棍去了。上马，踩一双，上，踩狙劲儿，跑是不跑？跑，一定得跑。好，没事，开花。不来。嗯，上。嗯。我回来。升爵，升炮。爵。来，平局过来。是啊，骑兵，一个吹牛，一个执掌的窝子，闭着眼睛都能赢。上，这绝对是高手啊！说话绝对是高手。那就说的白说，进。上中炮，要直接出来，看见怎么办？再等两年半，骑兵吗？回吗？骑兵回吗？对狙，嘿嘿，这样不就好吃吗？来，对狙，是，对死不对？马，是马，我在上。哼，你下去。平局过来。小心闷弓炮。是接了一个闷弓炮。哎呀，我又怕了，怕了，别想。
鸡泡。月，来鸡冰，还紧啊？嗯，还紧，对，吃霜，吃霜吗你？想得美得很，绝对不让人吃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吃起来算起来，要吃起来赚起来，把相给上。好，我上大炮。再吃。九。他们小卒。进。哎呀。这样吗？来上吗？我们不吃。你们吃吧。嗯。我们不吃第一。双飞射，双飞射你们怎么办？马后炮，马。你叫。大哥，想好了，马后炮，看好。俺喝泡，我可以下来，下来咱们试吃掉。将军嘛，这叫。那那下来，你这一将下来，这试着吃，我进不去了。好，跟上你的喝泡，跟上你的喝泡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先不走，有个后台不走。将军。上山，太回来，姐太回来。吃你的炮，你以为我看不到跑中炮去了？哎呀，那你不敢吃嘛，你根本就吃不上嘛。你试试啊，我能吃上，他吃不上，你看看。子炮，走一走，瞧一瞧，劝你别吃啊！我喂，那就趁着试吧，能怎么样？想通了？想通了吗？想通了就好，不能乱吃啊！子炮不行吗？自从排骨可以舔这三行，我真的想吃手机了。哎呀，大哥你，是，可还是记得两话嘛？哎呀，谢谢大哥，在直播间吗？在呢。好掉了，好掉了。谢谢啊，谢谢黑糖你救大哥啊，非常感谢你。你这是第一旅游人啊！这是牛人啊！这是全球大王啊！哎呦，重炮将我就对，那就不行了，出吧！感谢黑房子叫啊，感谢。嗯，出去吧。感谢看好你啊！感谢看好你。谢谢谢谢大哥们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啊！现在就好了嘛。我讲这个局退这个就咔嚓一下就交枪嘛，好的不吃了，根本就不想吃。是啊，不是不吃啊，吃不了。吃不了就都在走。吃不了，哎，将军。将军，嗯，进来，就退一个哨，你怎么方便就怎么叫。别靠。将军，将军，站在中间我就吃。我现在就将军去了。现在将军上个什么？我只能上什么？你再敢将，我就夹在中间吃。那就夹在中间吃吧，我就将了，能怎么样？马后炮，跑不掉了。
个跑鼻呀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就这个吃了，你这个吃了，我就这个嘴吃了，这个吃了，哎呦，这你比我厉害，算了，反正你两个也跑不掉。站住！啊，这下你上当了，哎，这下我轻松松这个乖点，就这么好碰。嗯，厉害了。就厉害了，怎么的？那我马回来。回嘛，那个地方不安全了，回嘛吧。不安全啊！看看村里一双，不安全的，你怎么，你能怎么过？妈，妈，哎，回在这里。大胆一点吧，小熊。上，跳马，降，跳降，降，下降，上次下来为什么高着直接改改掉？没有高着，没有，嗯，没高着就请起来，跳降。哦，这一招就高级，这一招就厉害了。送个小子怎么样？送个小子不吃，还好掏心啊？不吃。那吃啊，不吃干啥？出不去。就是你上来就行了。上去。上来我直接就叫啥了？直勾死了！哎呦，正吃了。真吃了，送了就吃啊！我就是为了，哦，坏，坏个兵啊！嗯，吃了。你说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就飞一个象，送一个象过来，还有就是绝。送我就吃，我就这么好吃了。咋上呢？是啊，是啊，要不然这下叫上我了，看大事啊！哎呦，我刚才这个棋子坏了，回望将一军咋办？就是这将的地方。